这个价是300啊？啊、哦。这个薪水是300多啊？啊、哦。这个牛槽怎么也得值500多啊？啊、哦。哎，这男人的快乐都是建立在花钱的基础上。好看吗？好几百，怎么不好看？这是实木的。这个人呀、啊，想把这个牛槽放到这个架子上，然后再把那个假山放到牛槽里，说弄什么微景观，咱也不懂。哎，你这个私房钱挺多，还没花完呢。没了没了没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对儿？我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吧？不行，你抬不动，得喊他妈，咱三个。哎，哎妈，哎，你儿子让你下来搬猪槽。我先试试能不能搬得动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妈你试试，弄不动我没劲了。光这里边的水也得40斤啊！瞅瞅我养的这几条小金鱼，活得多欢呀！你怎么不说死了6、7条了？怎么里边还有沫儿？肯定是牛膜用洗洁精在这里边洗手了。来来来，你娘俩先试一下来。哎，哎，管管管，厉害厉害！就100斤，还得用根绳。走了，放进去。哎，你看，哎呦。咱说好了，使真力气啊！一二三，咱就走啊！来，一二三，走！哎呀，我天，这个真重，还不得300多斤？怎么样？看看颜值立马上升了吧？啊，上升了。走！你这屁股上咋弄的？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牛槽就缺个好底盘，是不是？现在再去弄这个吸水石，我的妈呀，今天给石头干上了！哎呦！我挑的这个吸水石好不好？你看，这还有个洞，好好，聚宝洞，这还有一个，你再弄个流水才好呢。哎，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看看这是啥？啊？水泵，就弄流水。这个是真会玩。你别小看这个吸水石，这个要买成品啊，最起码1000多。人家喜欢就觉得值，不喜欢的一分钱不值。就像我媳妇，在我眼里就是无价之宝。慢点，慢点啊。石头有啥好玩的？你给我扶好，摔了。来，钟主任，妈，我刷一下。对，把这样的渣都刷下去。对对对，刷。你没看他那个眼神？哇，不行，妈的！我要把建哥这个摔了呀，不离婚也差不多。喷雾机给他吹吹上面的土。这又是弄啥？弄水泵啊。弄假山上往下流水的感觉，为了玩也不怕晒，他是真喜欢。短吗？你能往上拽。哦。完了，这个吸水石这个钉子砸不进去啊！又下来一块。哎，他还真吸水呢。这不废话吗？来来，赶紧让建哥放里边去。哇哇！哎，还真别说，装上之后还真挺好看。冬天还能当加湿器用，夏天还能赏风景，多美啊！美呀！这边是流水，这边是假山，种草，种上苔藓，种上草籽，过2天更好看。先试一下建哥的人造瀑布。也就这个样子啊，啊，要这个样子就不行了。说建哥傻不傻？人家这儿正好有个洞。哎，看看这个吸水石的吸水效果好不好？看这下面。我撒花怎么了？慢点，慢点啊！你均匀的撒呀，我的大姐啊！建哥嫌我撒的不行。你这不是撒，你这是往外喷。再来点小花的种子，2、3天吧，3、4天就这个温度，立马就能出来。小鱼吃草种呢，这就是建哥喜欢的样子，喝杯茶，看着小鱼假山。实话说，我还没弄完呢。实话说吧，就这一套，就现在这个样子，给我1500我也不卖。得了，你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